拳拳大老师高，同文大老师高，讲师好，讲师好，坐下。目前呢，各位领班、各位组长、各位堂主、各位前贤大德们，大家早上好。早上好。就拍摄呢，原来是来迎班啊，吼，拍摄。因为大家对于江苏来到江苏的，所以转换都很稳，各位早上好。谢谢。哇，今仔有遮尼好个机会，面这庄严活动，以属于前人代表，大家共聚一堂，共同接受天恩所着吧，一起拢来感恩，感恩着上天老母个慈悲，以及咱祖师爷方主台湾，师尊师父两位老大人个恩典，加诸好老精神个五大慈心，咱个前人、副前人、各位点财师，特别个推动栽培，哈。各位前贤默默的付出，像我这里好机的，大家叫我出一动，共同将受天恩做的嘉宾，嘛有我好识了我的机会，一起拢会感恩吼。那好汉呢，今仔要学习的题目，就是花天的五个条件。花天的五个条件，这是咱中心甲咱指派的题目，哈，甲咱指派的题目。花天的五个条件呢，予我着依伫高中这几年所学习的心得，来以作为前言做一个分享，也许袂当阐述得真好势。啊，盼望各位前贤啦，予我即个来这弥补，嘛来弥补花天的五个条件，予我拢在想呢。其实伫咱的现象界，就是讲伫咱的现象界世间话。其实就有中间规定的限制，敢若伫世间吼，尤其武汉的即摆要当来的孙啊，伫上海的浦东机场，啊要飞当来咱台湾，就坐八点暗时八点四十分的班机，啊结果啊，经济因为武汉坐是免费的班机啊，啊免费的班机呢，阮是。咱候选先申请另外行员工的建筑，所以才免费。不过呢，咱要坐有一个条件，有一个条件就讲，人家坐出咧，咱才会当坐。所以坐出咧才会当坐，就讲，咱人坐较悬啊，啊，咱万一坐悬了，咱就爱，咱免掉车费，咱就会当坐。所以就伫遐等等啊等，从我经济舱坐完，经济舱坐完来。头等舱、商务舱有出咧，咱就当坐。啊，我经济舱满，所以咱升等，哦，升级坐去迄个商务舱、商务舱就对。啊，坐咧感觉咧，拄好体会到咱心境个力量啊。真啊，社会人无想法个，包括有想法，拢会讲一个讲有钱真好啊，物质就好啦。因为经济经济舱。伊在坐，比如讲，若一万，啊，若是商务舱啊，有可能就爱万八啊，两万，就是讲伊的付出的代价会搁较大，吼，钱啊，互条件钱啊，加出去，因为咱就是吼，有位空位搭乘，啊，有位通啊坐就好啊，无只话紧，结果呢，吼，就无订啊，无法度订餐啊，因为没办法订餐啊。啊，所以去伊问啊，问讲啊，请问你要食什么？猪排、鸡排，什么呀？吼，哎，就歹势。哎，咱用素食啦，吼，咱用素食。哎，你无订坐商务舱，就会甲你为你特别来准备。吼，看你要食热的，甚至搁摕鞋仔来互你换。哇，昨下迄个感受，你人世间有感情呢？甚至武汉的，搁听讲连进夜市啊，夜市啊，讲要煮食，讲有哪爱排椒啊，爱烤一椒啊，啊，
咱有看到无？就是讲，若要买轿车，甲换迄个耳仔拍，哦，换迄个车，要互咱选择，那互我要选择，互我要选择，迄个三轿车，敢有车呢？足侪人诶，迄个阿婆人，常咧唱迄首歌，我办啦，比别人较认真，是安尼，我比别人较歹命，真诶。咱若有福报的人啊，决定袂起啊，有福报的人绝对袂去比善良人的引导。但是呢，佮讲反转讲倒转，若无福报的，佮安怎转安怎说都袂转去比有钱人兜啦。即而且咱来看看，若咱影响来互咱看哦，就是有即种分别。咱考试要考条讲哦。台积电要考掉台大，要考掉咱理想的学校，还是讲食头路的所在，有分数的限制无？有无？好、哦，有诶，无到迄个条件，对不起，差一点点啊，差一点点啊，都无法度干呐，差零点一都无法度。简单讲，有伊的条件，有伊的规定。相对的，其实徐万德，徐万德要出世间话，伊是做事的，做事的就是忙修行。正如我毋是干呐看咧开花开哦水水，一定是希望讲会当，这个伊我会当有修行。像玉姐啊，种山啊，就希望有修山啊。这肯定的，啊！若修行呢？修行不是无我行，无我行，无我拜。修行绝对有伊的宗旨甲目标，毋是干呐要求福报哦，福报足大尔。像咱呢，当然咱就是福报足大，才有遮尼舒服、遮尼壮观、遮尼舒适的活动呢。你好啊，这几年，多。天气有迄个阴霾，去越南、落雨的国家，吼落雨的所在，吼甚至呢，前两日啊去菲律宾，迄床脚要甲伊讲到伊一公斤啊，一公斤啊，迄坐伫涂骹的，坐伫涂骹甲伊讲到伊，迄甲咱台湾真啊，人讲天到地的，所以咱爱出感恩，讲咱有七十分的阴霾的，但是我呢？啊，迄个感受哦，像有一年啊，迄阵去啊，去外人都来关心是听无，啊，伊就念伊就叫苦经，好啊，听咧，其实卖搁咱去尴尬啦，其实咱就是去学习，我们是去学习的。伊安尼讲，伊咧心足真诚，足诚恳，念伊就叫苦经，我听甲脑软的，很感动就对啦。啊，咱想，咱有时啊有足舒适诶环境，阮个人诶有时呢，无够少哦，无够低哦，无够珍惜即种姻缘。所以，所以咱台湾人讲，顶天有腿，其实有一个抗战，毋是本来有讲忽然间突然要了脱生死，因为修行诶宗旨就是要了脱生死，绝对呢。绝对有伊个，伊个要务，伊个条件，吼，伊个要务条件啊，就是咱今日要讲的，一切皆咱心量背后原因，就是只爱要把咱的心心，互咱的心无缺陷，咱的心无枉费，吼，咱的心无污染，咱的灵清清净净。天呢？若欠人情，世间人欠人钱哦，绝对袂自在。我是捌听讲，袂欠人钱，人要来讨哦，半暝啊搬厝，敢捌听过？哇！同款哦，咱今仔日若讲一身躯的业障，嘿，袂遐简单呢。哦，讲要了脱生死，会记哦，叫到迄一天上下咧。介绍的时阵讲个啦，天龙挂号，地府求名，哦，就安尼讲啊，天龙挂号，上后
有一天在得到毕业证书，你会了解学生，就知影学代志呢，真正会了解学校个学历啊。我们在注意量偏浪费。一定爱靠背实修，实修进攻实践。这嘛，咱今仔日来伊属于前人，大家做参考。因为这个德行，拜咱心念背后个原因，敢若亲像咱呾看过，可能咱嘛有挂佛珠个习惯。迄佛珠吼，迄一粒一粒，敢若念出要用什么来装起来？用来用山到死，这五项哦，咱看是不变。这五项看起来好像各自独立的，但是伊拢爱连做，无讲德行足好，啊，该修无好，心念无好，无这个代志。无讲会好足歹，啊，德行足好，该修足好，唔是。伊拢讲环环，像咱咧骑脚踏车，脚踏车骑咧哪无？人搭过吼，虽然一台车就好，咱都走袂行。所以一切内面就是讲，拢紧紧相联系，吼、哦，紧紧相联系。啊，好汉的爱时间的关系，我阿妹无希望。大概到尾后，咱赶快车，吼、哦，就较简便来讲。第一结亲，啊，结亲到底是做啥物？那用袂个夫妻啦，身躯过好。啊，若有夫妻个，啊，佮遐个人个归宿一定是好。是安怎讲？有钱个人，真个有钱个，你佮人较无好势，着舒适。像我同我咧讲个，坐迄个土土长沙土长，真个有够舒适个椅啊。啊，试下，啊，伊着叫变成安尼，像安眠床安尼。好，我真个看过吼。人体格咧胖胖的，啊，像我坐咧轻椅上，伊像我像我老婆，像我像我一个老伯，真正动弹不得咧。我爱感受讲吼，无怪人因坐了我会使，伊拢要做好动作。但是毋是讲咱要安怎就安怎？人来讲，啊无你袂去学古台面做囝，啊，你倒毋是讲咱要安尼就安尼？这内面啊。我第二讲，伊用比如英国，了解吗？是啊。啊，所以讲，咱话有钱哦，啊，有钱，我咧讲有钱，就是这有福报，敢若亲像水，你看亲像水面的船，风浪多，风浪大，水涨船高，这船就好驶；风浪少，水就少。所以咱咧讲钱水，钱水。啊，水低吼，水咱低，啊，就会船啊，就会搁浅，所以就会塌伫遐啦。所以人生确实爱修福、修慧，要多积德、多积福报。是安怎讲？讲吼，福若多，福若大，啊，水涨船高。是安怎讲？咱个看话人吼，做啥物赚啥物啦。我咧想讲，即船去迄个江苏漳州港，说得同咧。伊原底较早是福建迄个礁安的所在，伊是咧拉珠的。伊大陆讲拉珠就是咱遮咧讲渔船啦，咧在地的啦。但是伊钱赚足济，就是来听番，来因的因果讲好安尼。伊甲啊，咱某想讲，哎，你吼我圆圆的。迄底下死无，底下有病无，我嘛较早才敢予人做烟钱吃呢，哎呀，你够多，我搁有多。啊，毋过你进哦，你进知影有多要紧呐，要专业，要专业袂遐简单呢。我头二十几年前就听一个师傅咧讲，若做乞食，就去做乞食，毋通去做失业的。哦，而且若做。做了失业的，诶，工作的，家乡的姊妹，请咱包容，吼，啊，无针对啥物人，因为个人的因缘，个人去讨，了解偌济就做偌济，了解偌济伊的内容，伊就会当出偌济内容。伊是咱赚的，爱因的间隔的工作哦，因钱搁赚出济，咱的钱快出去呢，伊
伊个身躯个书包、包包内面钱、人民币几卡，拢会用伊买卖。毋过听咱道理在伊个内心，已经有感受着讲，哎呦，这个产业个钱毋茫赚。所以我专业转水果行，才四五年个时间，行开四五间啊。搁伫网络网站咧卖水果，我阿嘛感觉讲真赞叹这个少年个，是安讲？因为伊无了解伊个人哦，哎，你再低的趁钱，趁到连伊个低个车拢在租啦。伊就甲咱，迄阵拄啊咱伫漳州个居民，伊逐工拢来，我就甲问，哦，哎，伊逐工拢来食饭，啊，我逐工拢坐遐甲伊讲话，每天都在讲话，甚至伊要离开个时，互我来一支居民啊一个毛巾，甲更多啊讲，你即摆来若大吼，这就是你用个去靠这个囡仔。并无呢，比咱个后生较少岁，所以我个心中也家当作像咱个时势安尼家己听。但是伊甲咱话讲一句，即逝去个讲，哎，你呾现钱四当钱，我甲你问啊，问讲啊，哎，我若去出去呐，要专业做无好，我是呢吼，即嘛正收个，搁翻头来重操旧业。我甲伊讲，我迄阵要讲，我拢想讲，伊要选择，咱家安尼了吼，有啥顽强，咱若家己心中的道根定了无够，有时啊，咱若会甲伊强了，我迄阵有想着这个问题，我就甲伊讲一句，你是会要互家己留后路，留后路，若做无好，你要翻头。你若要选择，你就爱讲，我出去，若无事，我就唔爱回来。哦，我感受啊。所以福报不是求来，福报是家己去创造，家己去修来。因此啊，话人福报人唱的真的呢，免得讲伫商业哦，伫行业做啥物袂好势，做啥物袂好，甚至进入了修行，咱别人拢无听到遐话，无个落土煞个五四三二一，啊，伊个修行的道运就无好势。就看到每一个翁婿安尼，看到每一个官主安尼，使得伊家己的修行一直在迄个。在修行路上一直在迄个。迄个位吼，伊着先修，先着会生怪，所以呢，互我感受啊，真正要培养德行啊，信心爱真正十足，德行是啥物？是自心道的自然流露的作用，伊要扩散，毋是啥物人来甲你要求的，外口有限制，但是呢，真正的若自心流露出来，迄是无边广大的，所以咱怎讲？观世音菩萨、弥勒佛、咱世公老师、孔夫子，伊拢是闽南阿公阿妈的。但是咱上好位的、上大位的，拢要甲做，拢要控制，拢要甲摆，是安怎？因为伊在世，伊着来伊的身躯、伊的时间、伊的生命，拢奉献你，有会的、无会的，拢是咧了呐付出，所以着拢是伊牺牲，然后为了享受伊所牺牲。咱今仔进了道场，求道互我讲，拜佛毋是毋好，拜佛毋是毋好，但是拜佛一定爱到进一个阶段，就是合佛。佛因安怎来？是安怎因会当先修心的？毋是呾拜拜吼。我早前有听到咧越南的兄弟姊妹真济来台湾啊吼，经过咧20年，有一个兄弟姊妹奇怪，迄外人吼。买一寡果子吼，爱着开始直直求，直直求，求要怎诶？求吼，互迄个家庭兴旺吼，囡仔头壳顶吼，啊，平安大赚钱，直直求，求足侪，求到尾啊，连六通兴旺拢爱求。但是咱较想，伊讲，迄人因有哪会着想像讲，安尼都要交易啊？福报真正人哪有得诶？像咧船啊，船咧这水啊，哪济船就好开。所以咱今仔日，如果讲无得，咱无得，咱亲像咧，如果咱无得，
一个四脚椅，本来才会当得五公斤尔，五起落尔，才会当得五起落，但是一摆甲得五百起落，甲囥五百起落，安尼只条椅会危险袂？来个一个叫一个叫，到尾啊我搬过来，所以话咧咱有看，话好不容易当咱心肝尔，拢还袂坐位尔。我临时化病来死，喂，哦，有一堆的产业要来接受，但咱今仔日产业无啊，发生车祸事故，所以咱问看恁呢，绝不配位，必遭殃，所以真正哎，这里头就叫我讲的呢，量积极，所以咱来看哦，这个范仲淹呐。伊当当时，伊就是伊个德有做到遐，咱迄个看嘛，伊做官做宰相，啊，即摆呢，伊有买一块地，食算做官嘛，啊，伊个薪水呢，就买一块地，结果地意思就讲，哦，即块地啊，以后子孙一定兴旺，一定做官，简单讲，子孙做好。结果这个范仲淹就讲啦，哦，既然这个地，那盖这个地会好，安尼我捐予政府来起好，予大家起来读册，大家拢兴旺，大家拢好，有简单无？好、嗯。很简单，包括哦，咱若无到丰厚，迄个咱买的，哦，我有好地理，人要甲买哦，本来嘛是一日哦，而且我着爱开三个月，有安尼无？嗯。我阿都捌讲过，过去人捌诶，要去倒位诶所在，要开一个大学，啊，即摆着爱买地，好不容易买地，过出来十个仔尔，本来啊，一份地要三万，怎啊变六万？啊，即个呢，伊三万，我爱五万，即个呢，伊五万，我六万，结果到尾啊，人怎啊，迄个钱款怎啊歹去啊？诶，去学校，我爱去大学。我较敢若伫咱台南市听到的案例，就听不难知。本来人路要通外路要通对啊，你着快速道路。哦，即摆听到尔，土地安尼起起来，结果吼，咱们道路已经做到遐，搁再过尔，搁再过尔，人怎吼，干脆毋免来伊起个呾规气吼，较辛苦，搁另外倒位存钱。我较要讲啊，有德甲怀有个思想吼。有德行的人，伊个思想甲一般人无相像。想着有德的人，着为兄弟姊妹服务，心拢为着兄弟姊妹。啊，凡夫的众生啊，拢为着私己，为着私心啊。所以有一句话讲：厚德载物啊，厚德载物啊。有德才会当讲啊，这有德才闹用者，这底。会空一日，咱咧看讲会空一日，所以讲过去个条件，即个德行真重要。啊无呢，德行就是讲业力现前是当看个用处，因为每一个人，伊个啥物，伊来到人世间，每一个人伊个因果因缘各不相同，连相生都无相像。佛学进着来讲，咱佛学。会使有吼，咱有遐个即个，即个孔子先生，吼，咱师父呢，原底是咱广东深圳人，管遐做回报商，吼，伊做较好个时阵呢，工人850人，嗯，做了真好，但是呢，离几年了，伊嘛有感觉人生苦短，啊，迄阵咱有要去广东遐呢，说不得，吼，想要去遐开荒。结果迄阵伊嘛，阮姐姐、咱个姐姐甲咱是有足诚心个，甲伊个别墅互咱住，搁请阿姨啊、请司机来打地，互咱住甲有钱钱去讲。啊，恁靠是收入来遮个根本个养生，吼、哦，就是安尼讲。啊，迄阵呢，逐工姐夫呐，工会安排好，拢来做伙食饭。啊，咱李检察署伫遐用餐，伫遐个大锅甲白饭。一定讲道理，小以大以解，讲人生的真谛，人生真正意义，总是要放在倒位。所以，逐个来咧招伊，咱坐稳当同事就拢解讲，
我的点啊，想要等我的，吼、哦，但是呢，伊伫个四年前、四五年前，对台湾的工作，就啊转互别人，等来咱台湾，就是咱用这快速道路呀，有开一个巢啊，样，就是等来伊爱地位、爱进生活，这人吼、哦，这本来心肝里火饼烧滚，即摆来去到变个所在，就发点奇迹，吼、哦。有法无教授在做，但是呢，一正规的什么袂，应该讲吼，法无在做啦，但是要听政府的。咱茫小看讲咱坐伫遮呢，这是政府讲的坐伫遮，社会研究道理是修五岁哦，修五岁以上，啊那参考措施是修十岁。所以我们咱政府呢，啊开一个草花园，拜啊拜拜时啊，才有开放在卖。伊在休息，搁另外一个所在呢，另外一个所在搁用一个像小木屋呢，吼、哦，好啊，真就是大哩啊！伊小木屋有种树葡萄，啊，种树葡萄呢，伊个树葡萄真大只，啊，咱知影树葡萄，伊生拢生伫遐个树干，哦，拢生足济，生足济。啊，小孩会来食这树葡萄，伊就伫只边啊，甲用阿公围起来，用网啊甲套嘞。啊，用网啊甲套嘞。伊迄天呢，就是去年的三月，去年的三月，去年的三月十一，伊妈在三月十三，伊就是要去佚佗、郊游、旅游，伊过去的。伊个生活方式，甲咱真正生活方式，比咱上班搁较接。等下去澳洲、瑞士、荷兰、日本，啊咧佚佗，像咱上班安尼摆，摆到佚佗还袂倒来，要搁紧当啊赶别个行程。所以第二天，即天三月十二个，下晡五点换咧拜树葡萄。而且咧，我总要去拜，总要去拜，怎啊叫阿公弄着食，弄着食的时阵咧，伊昏迷。伊内面呢，只土盖骨，咱个头壳足硬哦。伊你离了十二公分，离咱距离袂远，你也距离袂远，十二公分。内面一公分的血，因为阮名字是是是，台中邵小莲，伊太太是阮名字是是三，阮姐夫的阮名字是是是，所以呢，伊伫这个阴面的时阵，迄阵。两礼拜就瞳孔咧放大，吼、哦，瞳孔咧放大，医生拢在那心理准备。我认真甲你救，认真甲你救，啊，至于有法度无法度，因为已经迄个瞳孔咧放大，所以迄暝三月十二，迄暝十点外开始咧开刀。咱来直接敲电话来，迄阵咱拄啊拄着重感冒，敲手机啊，互我讲迄闹钟啊，搁敲。卡出个电话也无接，到第二天伊卡电话，互我看手机号电话，才甲伊回。伊讲吼，甲会当小个，甲会当麻烦你去大病院吼，烧千八只吼，烧大百香甲冰雹上天。哦，甲这个情形讲来听，但是姐姐伫迄个，伊阵无人通啊甲伊帮忙决定的时候，姐姐当场。医生管脚号下房的时候，就讲一句话：恳求上天慈悲，我要来请靠苏姐。哦，伊就要请靠苏姐，头前的。啊，迄个呢是开左脑。医生本来要讲，我伊家己的脑部自行吸收的。三月十五的下晡时，搁再开右脑，有恐怖的呢。我用，你阵无特别的要甲伊翕相啊，是安尼从阿来翕一个，出普通病房甲你翕一个安尼。啊，伊个头盖骨哦，右脑头盖骨起起来，夹伊冰箱四十天内，搁开第三刀，搁开了甲装入去，四十天内开三摆，开三摆哦，每一摆呢就食袂消啊，开三摆。啊，开第二届的时阵呢，开第二届的时阵，医生在医院，迄阵咱新娘面嘛袂烂，啊，
啊，当手若袂冷，伊外口咧炎热咧，又靠天气嘛，会当多少一份出一点仔力，吼，予医生上好医疗团队来治疗。医生讲，即摆咧较紧就出来啊，啊，我伫外口等。结果第二摆开刀，佫比第一摆时间较久。啊，咱师傅的女儿，即已经结婚啊，住伫台北北投遐，伊就咧来高雄的德，的德家，德德医，请到迄个有神通的看因爸爸是啥物因果。啊，咱迄阵咱李两团师伫漳州，伊有迄个朋友有神通的，就拜托查一下，讲伊因果是安怎。结果咱拢知影，无怪阮姐姐，做阮人拢徛袂住啊！吼、哦，因两个讲的话，因查某囝就伫遐通电话，阮咧念伊都讲，哈、啊，甲咱话讲，阿姨，很多很多，叫我妈妈快发大愿，安尼哦，这都咱哩佛前哦，袂当黑白讲话哦，哦，姐姐搁听，搁。咱经理搁敲电话，迄、那个时间呢，加起来两个都不谋而合，无同款的国家，无同款的人，无同款的宗教，啥物拢无同，讲的答案是一样的。二十五个代表，领着旗要来讨甲一强的，啊，当然是咱有点啊出去。高雄店到台南店就讲，啊，这吼是业界的吹牛，足强的顺风三哥桥，无去买一个树葡萄的，会增加呢。人咧讲的，讲迄医生有研判，讲比重大的车祸撞击还要大。咱咧头壳看是一定的呢，增加咱出去有遐强的呢，够快。啊，伊在外口拢无流血哦，像妈妈直直碰碰尔哦，结果来伊安尼。啊，阮姐姐迄阵就听着安尼尔，嘿。我袂去学袂记，即世人袂去学袂记。伊从伊个家伙病人归话吼，像我崩溃安尼，伊就发一下了。第二摆讲，头一摆是咧清口，第二摆讲咧说分人，所以今年即领个咧整理，就是今年要来翻修伊发个愿。嘛，因为安尼，咱即领个是拜托朋友咧来查。先我来讲，本身在二十天内爱度二十章，啊，咱姐姐讲，啊，因太无无，我要去倒位度二十章。开始呢，迄阵拢无时间大家烦恼，开始伫主前看是太极气功，看是青草的，看是啥物病因开始。啊，咱嘿，有只单位的兄弟姊妹，好像人感觉讲，因拢是咱的温情人，开始有呾。多人来回向予咱的姐夫，所以短短的时间就要度250个钟，哈、哦，来佛前做回向。哎呀，咱的姐夫，安尼，咱姐姐知影讲，既然25代表，表示讲遐坎还阁足济，所以今年的初三搁伫汤，伊就要度遐，伫代表亲存。上班的因当然爱过年，就我初三遐兄弟姊妹，搁再伫汤圆遐，吼，有36张，吼，来要来做功德、做回向，吼，安尼安尼讲，既然讲要回天爱有德行，其实业障嘛是真的，咱有业的，所以咱就爱伫这个当中去做呢。因此，咱姐姐嘛，经过安尼较早咧，甲伊讲清楚代志，伊拢足侪困难，足侪理由，因为咱地那呐大，亲像咱雨伞那呐大，就好大滴雨伞，敢是较会避雨，敢是？嗯。迄细只哦，遐个人哦，细只个人呢，36，敢是安尼？话着讲廿500万个呢，面着较侪个。同款哦，咱个道线，咱个道德，咱个德行哪样大？咱想靠无助你看，靠无助伊个呾，伊个囝儿是坐到80岁在咧享受伊个咧，伊个德行，万众咧头壳互我咧讲个，800年了，伊个世世还咧享受，因祖上个德行，
这嘛是咱伫遮上学买米做伊前面，大家做参考。花天的盈利，一定就是花天的盈利，要记上第一个阮生活的因素，所以毋早毋对的呢。咱要花天，毋是讲哦，你做董事长，伫地位足悬，厝买足济间，毋是啊。有一个洪教授，伊工作时啊嘛真虔诚，伊要准备啊，伊着准备海清啊、物资啊、经济啊。结果有一项煞袂记哩传啊，传了无好势，就是得先无传啊。这个跟咱坐飞机，你衣衫搁穿哪济？迄个惯，迄个规惯习的东西穿哪济？有落去无？爱办签证，爱买机票，这才是重要。衫无买，你讲啊，一束衫去要穿一礼拜。唔过咱的签证哦，咱的台胞证若放进去，我伫遐在等的时阵，咱飞机的时阵都有一个。台胞证丢了，虽然上飞机还要拉它下来哦。这证件哦，这证件对咱来讲真重要。你生活的条件，唔是用世间骨来甲你定，唔是用世间骨，唔是用世间的观念。所以修行真正咱爱会清楚，要逐个行呢爱准备哦好势。当然啦。要背着要哪背着，背着才重要。因为顶若无背，袂甲显出道尊地位；顶若无背，无法通转变命运；顶若无背，袂当改变气质；顶若无背，袂当转福运；顶若无背，袂当飞飞天；顶若无背，永远伫遐轮回受苦。所以背着真重要，真重要。要安怎来做？是安怎咱一班一班要来开，因咱想开班，开班就通动用嘞，电开嘞，空调开嘞，冷气开嘞，这拢钱嘞，租借的租房，遐拢钱嘞，水开的民宿车嘞，拢钱嘞，是安怎要来做？咱看表面的形象像是做遮，后壁面的其实就是要互咱呐，互咱明白道理。明明德就是要予咱明白咱性格，咱本来富足，咱本来富有的，唔安尼讲，阮菩萨拢本来拢同款，啊是安怎因做善，阮咱做众生，绝对无相像。吼，哈，用一个来比喻，吼，吼，啊来用一个比喻啦，吼，咱迄研究的人吼，讲世界上上会晓跳高的人。世界上上会晓跳高就是跳蚤，那咱咧讲的三步哦，三步较早早期吼，卫生条件较无较好啦，吼啊国家有时会去，你拢有咧偷工偷三步啦，吼，真个少年人唔知影啥物叫做三步啦，三步伊会跳高，伊会当经过研究，伊的身高会100岁以上，所以伊咧跳呢，伊咧跳会当咧跳遮高起来。所以咱就甲研究，甲藏伫即个玻璃橱仔，甲藏伫遮。即个跳蚤会冲起个玻璃橱仔，出个玻璃橱仔。即来甲研究，伊则着甲钱啊甲读个。即摆伊安尼弄起，哇，整一个遐要闹真大吼！伊即摆整着，痛啊！即摆佫跳第二摆，佫跳第三摆，哪有遐戆？伊即摆吼。伊即摆就敢遐跳安尼，伊即摆又夹蛋，后伊佫甲夹来到遮，吼，因为遐是咧测试嘛。伊伫夹蛋咧，伊哪来毋敢跳？伊拢真到要闹震动哦，头壳拢戆戆啊。伊到尾看甲吊到遮时，伊毋是跳蚤，伊叫做趴蚤，就是趴个，伊毋敢跳啊就对啦。吼，啊要用即个比喻，其实咱众生，咱本来真爱当像。佛菩萨安尼，吼，真正圆满无生不得着，会当千百个化身。但是为什么咱这有些较少嘛？咱一家较少嘛？咱，吼，咱是咱这道场来讲，咱大家，啥物？啥物？安尼，咱大家，
像这安尼将来着，将来着，无法度发挥功力。啊，因此要透过听道理、明白道理，互咱知影讲咱要安怎做，要安怎入手，要安怎来真正来讲人啊，这个人世间要如何来？来做真啊人生的真谛，互咱的生命有深度、有高度。哎，这若无用功哦，通常唔知影呢，唔知讲人啊，人世间唔是干钱，赚到侪侪侪尔呢。那安尼唔是讲赚钱唔好啦，事实生命无法度完全的发挥啊。人总是吼，人总是有一天爱老，人总是有一天爱离开这个人世间。如果若无去明白，要安怎甲道理做好？吼、所以呢，天道无路得大步，地狱无门最易路。毋茫讲我无呢，我拢在讲伊，咱姐姐咱大阿哥来咧甲伊讲，讲吼，这上天可能要互你三级跳啦，吼、啊亲口，啊亲口来要说大，啊迄阵拢足济理由。啊！伊真个互我看到吼，要陪同伊，伊讲要佚佗玩嘛。第四天家人个时间袂用准，钱袂用准嘛，讲好嘞。哎，竟然哦，人真啊哦，人真啊，若有心个时，都不是困难。伊讲，小妹，你敢知影？我甲伊坐咧泡茶哦，我拢咧布施呢。互我安尼听咧到，就感觉足惭愧个嘞。互我先行，伊个用心阁无咱一济遐，讲我拢咧布施呢。延时哦，要叫伊来上班，延时要叫伊来服侍落去，还佫大人呢。我感觉讲听听讲，讲大姐真的上天要给你三级跳，给你加五关，只有讲礼物无同哦，礼物无，但是这种的吼，即摆毋是目屎尔，毋是花尔，真正有生命的威严，上好莫像安尼呢，像安尼真正有时啊袂买哭无目屎呢，哦，所以讲真诶。是咱早早就甲背，就爱去背啊啦。所以经文就讲，西方极乐的世界，非我得消福的人会当去。简单讲就讲，福报爱是咱真高，才有当咱讲啊，才有当安顿去遐个所在，进重点来啊。问咱家己心里装什么，咱敢准备好啊？因为这个功课无啥物人会敢敢做，哦，这个功课，这个行李无外口的行李有人替咱排，有钱的咱叫人家分散，但是这个功课爱家己去完成，无人会当咱顶替。咱定定在讲四十二去金戈经，迄、那个白丝龙，吼、哦，伊咧带五十七师兄。大家嘛咧爱用本领忙修行，吼、哦！大家都较老就对啦，大家讲老是好听啦。大家都较讲白啦，用青文字来讲白，咱咧修行嘛有这种的，吼、哦！在要修为先，太太要修，阿唔修，阿为先生要修，阿哪？太太唔修，敢不是？卖修真烦恼的，甲你甲你度。我看起来不懂啦，但是佫用一个角度，过去咱唔知，咱唔知做安怎，唔才会懂啦。啊，袂应该是人无钱，咱对啦。啊，结果呢，人白丝龙足聪明诶，足有智慧诶，说酒宴讲互大家，大家食食甲呢，当咧懵懵诶时阵，甲迄个较早无像咱即个电话啊，用垃圾个甲关好我，问大宝，问第二宝，第三宝，第四宝。问大家拢讲啊，伊毋知影哪只上古落来，是安怎卖花？拄仔伊迄个后生讲阿爹，啊你家己分花搁咧问上，问上分花？咱想，人伊是去当乌着啊呢？分一个月都无人敢承认啊，连到我的生死大事上要甲承担，有影呢？我阿拢感觉讲，是大人轻轻欠欠哦。咱时势搁偌友好，身份搁偌安怎显威光？有人在替大家担当，斗破病无？吼，无啦！甚至话要告我，真正深深的感受呢，我对民族公民，啊，真奇怪，咱听两个人伫遐冤家，讲甲一大声，烧着就对啦。哎呦，人咧讲。
福。那咱的福报因未分到遐的时，很难说。啊，上特重、上本重的就是讲，咱着准备予变啊吼，咱着准备予变。啊，好安尼，啊，着买放遐片吼，买放遐片。咱问轻易讲，甲看遐食物价，咱自身当中的食物价，哦，我切断个啊，哦啊，天堂互恁取得啦吼，天堂互恁取得，但是大家人个别想讲，接近西方哦，大家啦。哦，无一个哦，若要收着都讲哎，偌好用，不得来讲，看阮先生讲无钱，实在足济有嘛讲无啦。啊，若好到银河约万千，实在无钱啊，有代志啊，无嘛有啊。啊，看阮听着讲无用哦，我无用到，我无用到，我真正捌前个月捌度一个。我只也来买，伊只来买，讲引导吼，啊，着要求导啊，引导吼来办咱的许，伊嘛讲好咧。即摆时间到，暗时八点时间到，哎呦，大姐，我吼，我无爱有闲去，做歹势，规班的我只也来买，我一声无，会拄啊好，啊，咱当然啦，看过来面面，明仔伊可能会歹势啊。讲好，我只咧人过生活，其实。要听道理，要行善，讲无时间，讲无钱。老师讲的量力而为，但是你若把这项代志看作重要的时，困难慢慢感觉简单。就像一些灯笼时呢，足好势的时，足如意的时，要穿透，哎呦，我达官哦，还要挃的，吼，啊要拜拜的，要服侍是大人的困难。啊，有时势，毋过当阮姐夫安尼嘞，无人敢教，无人敢要求哦。啊，因为伊有只兄弟，有感觉讲，这个是大官，啊，去禀报上天，请上天给咱做一个上好安排。所以咱的姐夫哦，啊，我做歹势，讲了许，拢无给咱看到影面。咱的姐夫，伊三月十二。三月十二开刀，三月十五开刀，吼、哦，四十天内开第三刀。结果咱敢知影，伊伫咧六月十七，一百零七年六月十七，伊去咱新源山，伊去咱新源山参加菩提心会班。我这个感觉真重要，给咱看一下。好、哦，这是。